草原人在草原上会不会迷路？答：其他人我不知道，我今天就迷路了。我要来二姨家，回牧区的时候呢，爸爸让我从他们家这块拿点这个土，就是砌炉子的那个土，在我们那儿还没有。然后我过来的时候，路走过了，他们家没有太多这个门这块啊，什么建筑呀、啊，什么山啊、河啦，没有。然后往子这块进来的这个道儿，我总是弄混。我应该是多走了5公里吧，再方回来的，差点都到家了。你看，都是这样的路，谁能记得哪个是哪个家？哇哦，妹妹的，我上了新鲜的马奶哦。还是胡椒肉锅。我那里有点白菜好吃。我打。嗯。是的，是的。你这个我也太好吃了。别吃这个，姐姐。我们要开始创业了。啊！我的是认真。高度60。哈那视频要下雨了，一说事儿你没打弄就把它过啊。走超载了，超载了哟。哈哈哈！咦，太好了！嘘！使用本公司电动车，开了啊！锁好爱车。在这样的缸子里面发酵，这两天刚挤的，新鲜的，非常新鲜，我喝了2杯。喝马奶就是夏天喝马奶，又解渴又有很多很多的好处。对我来说，相当于是就是女生很多时候都会吃那个什么益生菌，跟那个作用是一样。全场有20斤买单，然后我要5斤，跟爷爷一起喝，然后给爸妈带5斤。爸，来包，把它给我拎包。嗯，你这块，你有没得？
家。快下雨了，喝了马奶差点忘了正事儿，我是过来拿那个泥的，就是这个土，他们这块的这个土。二姨夫给我已经装好了啊，这叫什么土？又一地线。제가